刚已经有拍过大头照了，那应该会拿到那个电子档吧？对不对哈？他应该会给你们看是光碟还是应该是用光碟比较多啦，应该不会用磁碟片的，现在比较少。好，反正都是电数位的嘛哈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我这边你可以用你自己的哈，我这边那个我没有放上去的。好，你看我这边有准备好几张，那当然如果你假设你用的是一般的照片，你就要再裁切一下哈。好，假设完这一张，好，你看这里有没有一个叫做大头照，对不对？上面有，点一下，你是新的还是载入章？我用新的哈。好，我们从这边呢，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说明哦。一般来讲，我们大部分，其实你可能要先了解一下，请问大头照有分哪几种 size？ 大头照啊，你的细寸，你话讲要做几寸，要做两寸，对吧？当然要做三寸、四寸的，比较少，除非你是那个什么美签照片，那比较大。好，不然一般我们都是用一寸或两寸，我个人是比较常用到两寸的。我不知道你们报名的时候，他要你们交的是一寸还是两寸。那如果你是两寸的，一张四乘六，请问各位现在洗一张四乘六照片是多少钱啊？五块，这是最常见的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拿到那个便利商店，比如说的呢，它是4.5块，但是它现在已经改成就是100块以内的话，要有一个那个运费，以前没有，以前没有，所以我两三张也拿去洗。哦，那现在就不行啊，就是你要超过100块才免运费。那一般来讲，大多是5块啦。当然，在像台中最便宜是多少？好像是1.5。可是那个你要有一定的量，啊，你没有的话，大概就没有。好，可是你知道一张4×6可以洗几张两寸照片吗？可以洗8张。有没有？你看4×6的2张、8张两寸照片有没有？所以假设我一张4×6是5块，除以8嘛，不到1块嘛。那，你们洗4张要60块呢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啊，那如果你是用一寸的，又更省，因为一寸的可以有10张，平均下来1张0.5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差很大？对不对？至少省下来钱够你吃一顿嘛，哈，对不对？女生啊，男生可能不够。好，所以它有个好处就是它上面有跟你写说啊，你要哪一种的。那因为你们一般要交照片，大概交几张？2张最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去洗8张，请问剩下6张你要干嘛？放在家里。等到下课了，哇，阿伯是没去，这谁去干？常常都这样。可是最重要是很多，你比如说是参加这个认证考试的，他有没有要求你，比如说6个月内进照？请问你有没有理他？你能拼命凑凑就出来了嘛？管他的，只要不要差太多就好了。本人没有变太多岁，没差。哎，那所以呢，你可以跟别人一起搭。你了解吗？哦，今天只要2张，我就洗，顶多洗4张嘛，2次报名够用，下次再一起洗就好啦。好，所以你可以跟别人一起用。那我们就来看看了，它上面都有写哈，像我们就以排2张的好了，好，排2张的来。好 ，OK， 是不是2张？你可以从下面直接丢上来，也可以从上面载入照片，都没有关系。假设我就从下面丢进来。好，哇，1张、2张，好，但是这样子能够拿去洗吗？连交照片都不合格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头不够大啊，他就不能交生活照啊，你怎么交个生活照来呢？所以你看一下右上角，有没有看到一个大头，红色的大头？所以 MIT 就有这个好处啊。新版身份证的时候，我叫你们办的时候。交照片的时候都怎么拍的？他没有规定说头的比例多大，有没有？啊，不能，好像不能露牙齿啦，然后额头不能盖住啊，所以他这个地方我们就把大的红色的头对着你的照片里面的头，这样比例就一样了嘛，对不对？
然后跟 MIT 就比较贴近，你就不相信。哎，那下面这一张也是一样啊，下面这一张有没有？我点到它，有没有？这新版本这边有改变，就是你要来这边点，把这张照片这边点下来，这边才会换成那样一样大的头，收到你照片里面这张头。比例就会比较正确。那当然，如果你本身就是拿那个你当时拍的那个证件照的底片，就那个档案，那根本就不用做这个动作，对不对？因为它都已经帮你做好了哈，所以你就把这个比例调好，对好，这样子就头的比例就比较正确了。好了之后怎么办？输出大头照，就输出去，就可以拿去洗了。啊，你有担当的，好，那全班的怎么办？啊，全班的当然不需要来这里啊，因为全班的用批次的就好。所以我一开始就跟各位讲，有一个批次处理，我看，哎，不见了，批次处理，批次大头照，哇，他没有，他现在没有放在这边哈，他在这里，大头照新的，比如说你一样。你要这个，好，你就把你的照片把它抓进来，好，大头照，大头照，好，假设我要是，好，假设我加这几张，五张再加一张。OK， 进来，有没有它自动就把分页分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每一张把它位置调好，然后就怎么样输出，它就帮你每一张都出去了，简单吗？所以说一个人会就好了吗？其他负责收，另外一个人就会帮他收好就好了。那记得收钱的时候，还是跟他收60块，对不对？哈，因为你有帮他整理嘛。有没有？哎，反正这个就看你们了哈。只是说像这样拿去洗就可以，只是以前有的照相馆是不收的，他说看到你拿一张来就难过，你拿整班的来，结果洗整班的还不到洗一班的钱，对不对哈？对啊，那所以有的照相馆会跟你讲不收。那像现在台中的，他们好像有规定，就是反正历来的修嘛。对吧？只是少赚一点，百分之60块。你如果像拿这个来，给你收过百块的后，引起安慰啦。啊，如果真的不喜欢，你就拿去线上充印也是可以。OK， 好，所以你拿去那个便利超商也 OK 啊。你可以去看看大头照，好不好？